家好，我是小燕。人心太软，落到这样的下场，老实人都该看看。一个人可以是个好人，但不能太好。人好，喜欢你的人很多，但想利用你的人也不少。一个人可以很善良，但不能太善良。心善，你帮助的人很多，但知恩图报的人真没几个。人是不知足的，你次次都白给，只要一次拒绝，就抱怨你不够意思，忘掉了你所有的好心好意。心是惯出来的，你回回都让步，只要一回不谦让，就说你没良心，推翻了你所有的包容与付出。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，吃了就忘记是谁给的了。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钉，疼了就记住是谁伤的了。这就是你不得不承认的现实。用得着你的时候好话说尽，用不着你的时候立马转身。喜欢你的时候你就是最亮的星，厌恶你的时候你就是最差的景。这就是你不得不接受的社会。这年头心眼好的人总被人视作缺心眼，这世道心肠软的人总被人捏成软柿子。知道感恩的人就给他多一点，没有良心的人就离他远一点，别用善良喂了狗还一去不回头。人不能心太软了，看不得别人楚楚可怜，你总是倾囊相赠；听不了别人连声请求，你总是有求必应。都说心软不是病，但心软起来要人命。心软要应对人，该心软的时候要心软，该拒绝的时候要拒绝，别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虽然这社会混乱，善良的人依然不会改变，坦坦荡荡站在人前。虽然这人心难变，好心的人依然不改初衷，认认真真给别人暖。这辈子宁可做个善良的人心安一辈子，也不做个虚伪的人算计一辈子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喜欢小燕说的话，别忘了点赞转发，愿好运常伴您左右，谢谢大家。微信搜索硝烟杂谈 XYZT333， 2021年不见不散哦。